赌王何鸿燊三房千金何超莲虽然是出名门，但他都有极贴地的一面。日前有内地网民来香港旅游期间，就在街头偶遇何超莲，并将他的相放上社交网分享。那个网民大赞超莲整个人都太瘦太靓了吧，一眼望上去皮肤状态就超好。上中可见何超莲一身灰色卫衣套装打扮，衬白色轻便鞋，戴上鸭嘴帽，手拎住一个纸袋，冇任何名牌手袋，都冇保镖，完全唔似系千亿名媛，朴实到好似普通平民百姓咁，非常贴地。